会组织啊，伫圣堂来敬拜神。啊，欢迎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聚集来这里敬拜真神。咱下晡啊，要透过圣经的道理来做会啊，思考满足的人生。啊，下午我们要透过圣经的道理来思考满足的人生。相信主这个锻炼咱的脚步。啊，相信主一定会带领我们的脚步。啊，咱用着传道书的第一章来说明满足的人生。我们用传道书的第一章来说明满足的人生。就请咱翻开传道书第一章，咱对第三节看起。我们请翻开传道书第一章，从第三节看起。旧约圣经795页。旧约圣经795页。传道书第一章第三节看到11节。传道书第一章第三节到11节。人一切堕落，就是依在日光之下的堕落，有什么款的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过来，地却是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山，马上归到所出之地。风向南头，又过向北来吹，啊，无煞会旋转，而且等于到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向海来。来流，海却未没，江河对倒一个所在流，依然归到迄个所在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未当讲尽，看看未饱，听听未足，未满足。已经有的事，后来才搁再有；已经做的事，后来未搁再做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敢有一件事人会当指着伊讲，这是新的？哪知在咱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。以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嘛未纪念。传道书在讲人生，传道书在说人生。但是用人的立场看伊的表达。是用人的观点来看他的表达，伊甲咱做一个结论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拢虚空，凡事都虚空。但是伊嘛甲咱做一个上好的结论，但是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结论，人生上重要，最后就是爱敬神听人。啊，人生最重要的最后就是要敬神义人。那一旦敬神听人，如果能够敬神义人，安尼这就是。找到人生的方向，那这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了。耶稣若无找到敬神听人的方向，如果没有找到敬神义人的方向，就是亲像传道书所讲的，就会像传道书所说的，凡事拢是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拄啊，咱读的这段经章，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章节，咧甲咧讲大自然的现象啦，对，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现象。这个大自然的现象，唔免解释，咱就清楚。这大自然的现象不用解释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咱都安尼读过，咱就了解。所以刚我们这样一读过，我们就了解。好，咱知影这个大自然的运作，就是循环哈，循环。我们知道这大自然的运作就是一个循环。今仔日透早日头出来，等下日头落山。今天早上太阳出来，等一下太阳会下山。明仔载嘛是日头搁出来，明仔暗嘛是日头搁落山。明天早上太阳又出来，明天晚上下太阳又下山。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。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。啊，水嘛同款，水也是一样。这是咱用到咱的知识所以当了解。这是以我们的知识所可以了解的。啊，这就是咱常咧讲啊，这就是现实。这是我们常说的，这是现实。这就是现象，这就是现象。哦，所以这段咧甲咱讲，咱要享受平凡的生活。所以这段告诉我们要享受平凡的生活。哦，因为现实甲咱讲，因为现实告诉我们。哦，从对大自然的现象来看，从大自然的现象来看，看人生，来看人生。大自然是循环，大自然是个循环，咱人嘛是循环，我们的人也是循环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不是讲咱啊，咱的轮回啦哈，并不是说轮回，是对人类来讲，而是对人类来说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这是圣经所给咱签名的一个观念，不是圣经给我们阐明的一个观念，跟一般来讲。这个轮回是完全无关系，跟一般在说的轮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圣经就是这样讲，因为圣经就这样讲。啊，这就是循环，这就是循环啊！啊，既然这个大自然是一
一种的循环。既然这大自然是一个循环，所以跟人讲哦，万世万代。所以在说到万世万代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所以这个世间无新事啦。所以这个世上没有新的事情。你叫咱的感觉讲有啊，较早无手机啊，即马有手机啊。或许我们觉得有啊，以前没有手机，现在有手机。咱会发现讲有啊，有一挂新的物件出现哈。我们发现是的确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，但是对整个的宇宙来讲，但是对整个宇宙来说，无啊，无什么新的代志，并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啊，这是。对人类来讲，这是对人类来说，只不过在宇宙中间一点点的一个表达而已，只不过是在宇宙当里面一个小小的表达而已。咱先主要了解咱人类的渺小啦，如果了解我们人类的渺小，咱会感觉讲人算什么？我们会觉得说，那人算什么呢？咱来参考啊，诗篇第八篇。我来参考诗篇第八篇。咱对第一节看起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第一节，第一节啊，一直看到第九节，一直看到第九节。耶和华咱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何其的水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伫天，你因为敌人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奶的嘴中建立了能力，和受敌甲报仇的闭口无话。我观看你枕头所做的天，并你所珍惜的月娘星，并讲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眷顾伊，你何伊比天赛还是神微细一点点啊？并赐伊荣耀尊贵做冠冕，你派伊管理你手所做的。和万米就是一切的牛羊产业的野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底的鱼族，既然经过海道的拢伏在伊的脚下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何其水。作诗人在这表达，作诗人在这里表达讲人算什么，说人算什么啊？神是创造宇宙万面的神，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包括咱人，包括我们人，是神所创造的，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咱讲咱是天生地养，所以我们讲我们是天生地养的，神赐咱的啦。神是养我们的，不但安呢，不但如此，一个叫咱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，他还叫我们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活物。唔忙，咱伫这个生活中间，盼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。看到神，能够看到神，领悟神的同在，领悟神的同在，这是神的目的啊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咱今天在生活中间，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，虽然是循环啦，虽然是一个循环，在大自然的中间，在大自然当中，咱就发现拢，逐天拢差不多啦。我们会发现，其实每一天都差不多，每年拢差不多啦，每一年都差不多。所以尤其咱年纪较大的。长辈，尤其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，其实免讲外大的年纪啦，其实也不用说年纪到多大，六十岁就可以啊，六十岁就可以了。人生六十年一个循环，人生六十年一个循环，天干地支，天干地支，那就是六十年，那就是六十年。所以人若行过六十年了，所以当人走过了六十年之后，你会发现讲都差不多啦，你会觉得都差不多，所以这就是。神设立了这个时间，所以这是神设立这个时间，透过时间的运作，透过时间的运作，让人，让咱活着的人，让我们活着的人了解讲，活在世间要创啥物？了解说我们活在世上要做什么？活在世间就是要认识神啊！活在世上就是要认识神。今天咱活着就是证明神的存在，因为我们今天活着就是证明神的存在。简单讲，无你对倒来啦？简单说，你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就是要咱了解，咱是对神遐来，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神嘛，给咱责任，神也给我们责任，叫咱爱管理伊所创造的一切，叫我们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，管理所为伊所创造的画面，管理他所创造所有的活物，管理伊所创造的这个环境，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环境。咱今日才慢慢有这个观念呢，我们今天才慢慢的这种观念，是其实圣经早就叫咱人类要有这个观念跟做法。其实圣经早就叫我们要有人类要有这种观念跟做法。
环境保护嘛，环境保护，咱简称叫做环保嘛，简称叫环保，早就爱做了，早就该做了，这是人类的责任，这是人类的责任，所以神足奇妙的，所以神非常的奇妙，用到咱人类的生活动作，用我们人类的行为动作，哦，和咱人类的存留，让我们人类能够存留，啊，会当领悟神跟咱同在，能够领悟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是连看未到。因为神是个灵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咱要怎去认识伊呢？我们要如何去认识他呢？真，伫这个情形下面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真济神就造出来，很多神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仔咧拜神，我们今天所拜的神，真济人咧拜神，很多人在拜的神，绝对看得到，绝对看得到。哦，所以生得圆的啊，扁的，咱拢足清楚的哈。但是长得圆的、扁的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啊，看是乌的啊、白的、拢红的，拢会使看。就长得黑的、白的，还是红的，都看得到。这就是咱人所拜神、啊。这就是我们人所拜的神。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，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，肉眼看未到，肉眼看不到。而且透过生活的运作，但是透过生活的运作，咱就当认识神，我们就可以认识神。神奇妙就是伫遮，神的奇妙就在于此、哦。所以遮伫咧甲咱伫八章第二节就讲所以在八章第二节跟我们说，对婴仔甲食奶的嘴中，从婴孩与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建立了能力。哦、其实咱活着的时候看到真济现象啦、其实我活着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现象，咱一定会去想我们一定会去想，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想到落尾是。唔知，想到最后还是不知道啊！唔知就讲唔知，也算未歹啦。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也还不错。啊，那唔知，佮家己佮讲一套。又不知道还硬要说一套。哎、欸、啊，这就足趣味啊！这就很有趣了。啊、哦，这叫做假搞啊！这个叫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所以人活在这个世上，神嘛要叫咱伫透过这个宇宙哈，时间跟空间，所以要我们透过这个宇宙、时间与空间来看到神，来看到神。所以咱读啊，读个《传道书》一章三十到十一节。所以我们看到刚读到的《传道书》一章三节到十一节，第二个重点，第二个重点，讲世间无新事啦，说世上没有新的事。一章的十一节，一章十一节，讲人是真未记哩，未记，未记的人啦。所以人是很容易忘记的。真济代志过去啊，咱也袂记。很多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就忘了。所以有人就提倡讲爱写笔记，爱写日记。所以有些人提倡说要写笔记、哦、所以尤其咱即摆有三 C 产品嘛，尤其现在我们有三 C 产品，所以真济人会透过伊个三 C 的物件啊，将伊一寡看到、想到的做一个记录。所以有些人会透过三 C 产品，将他所看到、所听到的，把它做一个记录。啊，事实上，迄嘛真有限啦、啊、事实上，那也很有限。因为咱今日咧读历史就知。我们今天在读历史，我们就知道。啊，历史予咱了解以前的人事物。啊，历史使人了解以前的人事物。虽然了解，虽然了解，但是嘛无法度传播嘛。但是还是无法全部。伊、就看写的人安怎写。他就看写的人怎么写。哦，伊也毋是神，伊哪有法度写传播呢？他也不是神，他怎么可能把全部都写下来呢？所以讲一件事，讲一个人。所以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个人都有真济讲法，就有很多种说法。啊，你讲啊，倒一种才真的呢？来问说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或许是拢真的啦，或许全部都是真的。哎、啊，或许是有一挂是谣的啦，或许有一些是猜的。那嘛唔知啊，没有人知道。啥物人会当证明呢？谁又可以证明呢？哦、所以听听看看就好嘛，所以看一看，听听就好。但是圣经要甲咱讲的重点是啥物？但是圣经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人活在这个世上，真老未记的代志，很容易忘记事情。哦、所以以前的人，以前的世代，所以以前的世代，无人纪念。没有人纪念，讲将来的世代，说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嘛未纪念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好、哦，咱今天来讲秦始皇。我们今天要说真秦始皇。哦，秦始皇，咱虽然嘴安尼讲啊，虽然我们嘴巴这么讲，那够个纪念，我们有纪念他吗？个纪念就是爱毕恭毕敬呢。啊，要纪念他就是要毕恭毕敬的。哦，该庆祝爱庆祝呢，该庆祝的要庆祝。敢有？有吗？无啊，没有。哦，那你当去陕西省哈、哦？我们可以去陕西省，去西安遐看兵马俑嘛。去西安那里看兵马俑。哎，但你刚好看到秦始皇。但是你有看到秦始皇吗？无啊，没有。哦，啊，那干咪该去纪念秦始皇？我们去纪念秦始皇吗？没啦，咱想着咱去哦，拢嘛买兵马俑的迄个纪念品回来。不会，因为我们去都只买兵马俑的纪念品回来。好、哦，啊，买遐
甲兵马俑有关系找回来，买那些跟兵马俑有关系的书回来，敢是安尼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上少我就是安尼做啦，至少是这样做的。哎，啊，秦始皇甲我啥关系？秦始皇关我什么事呢？所以无人甲你纪念啦，所以没有人会去纪念。咱世间人讲人死老啊，虎死留皮嘛，哈。人家说虎死留皮，人死留名嘛，人死留名。留名有好吗？留名有用吗？是要留到当时啦。是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一年，留一年，还是留一百年？留一百年，还是留一千年？还是留一千年？啊、哦，真正一百年有好吗？真的，一百年有效吗？但是刚才那个名尔，敢有甲你纪念呢？可是只知道那个名字，那人家会还是会纪念你吗？无啦，不会的。这就是世间事，这就是世上事。所以，咱若用这个世间事，这个现实的展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用世事的这一个现实的层次，圣经就是讲，这就是凡事拢虚空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凡事都是虚空。当你死了，当你死了之后，是什么人去给你纪念呢？是谁会去纪念你呢？哦，就是咱叫讲拜祖先嘛，赶快。就是，就算我们去拜祖先也是一样，咱拜祖先是拜到多一代去啦。我们拜祖先又拜到哪一代去了呢？你是祖先啦，你又认识了几位祖先？你若恁太祖就算未歹啊。你有认识到你的太祖就非常厉害了。敢不是安尼啊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为你开始算，从你开始算哦，会使讲为恁爸爸妈妈开始算啊，从你爸爸妈妈开始算，五代就好啊，五代就好。你敢捌？你认识吗？唔捌啦，我认识。哦，阿边那纪念，那要怎么去纪念呢？哦，啊，拜拜是一种心意嘛，哈、拜拜是一种心意，啊，无什么什么意义呢？也没有什么意义啊，你都唔捌伊嘛，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哦，或者恁迄个祖先。我那卡扎是做强盗的呀、啊！或许那个祖先以前是当强盗的，你敢知？你知道吗？你嘛唔知、啊，你也不会知道。啊，你嘛是阿个拜拜，但是你还是要拜他。所以这就是世间人啊！所以这就是世人啊！这就是虚空，这就是虚空。圣经咪讲了，这就是虚空。圣经说了，这个就是虚空。因为你无纪念个源头嘛，因为你没有纪念到源头。所以咱都要读个这个经节。所以在我们刚读的这个经节。这个传道书一章三十到十一节这个这段哈，这传道书一章三节到十一节这一段，为什么先这个作家要用大自然的循环来解释？为什么作者用大自然的循环来解释？因为这个内底就给你说明啊，因为这里面就跟我说明了，什么这个大自然到落尾嘛是回到原点，这个大自然到最后还是回到原点，赶快啦。包括人哦，包括人也是一样。咱人嘛，有一天爱登一个原来所在。我们人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啊，咱对倒来，我们从哪里来？啊、对神遐来，就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有一天爱个登一神遐，所以有一天要再回到神那里去。不是肉体啦，哈，不是肉体，是肉体归土嘛。你肉体要归土哦，因为传道书遐九章十一节都有讲嘛，哈。你传道书九章十一节那里就有讲，哎，十一章七节有讲，十一章七节。有一天土，肉体归土嘛。有一天，肉体要归土。啊，这个灵魂登到神那个所在。这灵魂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也是回到原点。要回到原点。这就是咱今日活着人爱清楚一个观念嘛，我们今天活着人要清楚的一点。啊，这就是属性。这是事实。啊，圣经传道书在跟你讲属性。圣经传道书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。啊，伊就讲属性，怎变虚空去？因为讲事实而变成了虚空。哦，人活着到老尾就是空空。怎活得到最后还是空？哦，这就是一章三十到十一节所讲，就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所讲的。啊、真正空空就准度算吗、啊？真的空的就算了吗？啊，那透过三十到十一节才甲咱讲。就是透过三节到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，既然爱咱来享受平凡，既然我们要享受平凡，哦，大自然的循环。大自然的循环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循环中间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，包括人啦，哈，包括人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啊，今天你是咱这代，今天就是我们这一代。我们现在活着嘛，哈，我们现在活着，所以起码咱这代在活。那现在我们这一代在活着，所以咱活着的人，所以我们活着的人，爱把握现在，要把握现在。好，所以事实上，真侪人拢把握现在了。所以事实上，有很多人都把握现在，所以也讲究生活品质，所以他会讲究生活品质，也讲究。生命的内涵，他会讲究生活的内涵，爱讲究精神上的寄托，他会讲究精神上的寄托。咱今天你敢是安尼吗？我们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哦，啊不，音乐创啥咪？啊不，音乐要做什么？美术创啥咪？美术要做什么？艺术创啥咪？艺术做什么？敢是提升咱精神的迄个展出吗？难道不是在提升我们精神的层次吗？啊，那要提升生命的展出呢？那如何提升生命的层次呢？啊，找神啊，要找神。就是咱讲信仰嘛，就是我们讲的信仰。所以咱今仔日看到的现象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。有足侪宗教信仰的现象，有非常多宗教信仰的现象。哦，啊，一个讲一款，每个说有一种。咱无必要去批评啦，我们没有必要去批评，家己看，家己明白，自己看自己认识。哦，今仔日咱来甲
教会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。教会透过这个圣经。教会透过这个圣经。就是神的话。就是神的话。向咱乡亲好朋友来说明。向我们的乡亲好友来说明。好，咱伫活着这个这代的时阵，我们在活在这一代的时候，要好好把握。我们要好好的把握。除了想到咱的生活，除了想到我们的生活，想到咱的精神层次，想到我们的精神层次，想到咱的生命层次，想到我们的生命层次。好，咱是不是爱想到这个生命层次？我们是不是要想到这个生命层次，为着这个生命层次来做一个打拼？为了这个生命的层次而来努力，安尼咱才真正有法度享受平凡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来享受平凡。因为咱既然活在即阵，我们现在既然活在现在，表示咱有生命，表示我们有生命，表示咱有灵魂，表示我们有灵魂。哦，啊，咱的生命是不是丰盛呢？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丰盛呢？是不是活泼呢？是不是活泼呢？哈、哦，还是像圣经讲的，还是像圣经所说的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死在过犯罪恶过犯罪恶当中，生命是污秽。生命是污秽的，生命是无自由的，生命是不自由的。咱敢无发现吗？我们没有发现吗？啊，咱想要做，做未开，无法多做。我们想要做，却没办法做。所以圣经有时阵嘛，人生有时阵真无奈啦。人生有时候非常无奈。传道书一章十五节，传道书一章十五节，弯曲的未当变直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这就是无奈啦。这就是无奈。这就是咱世间人讲的迄句话哈。这是我们世人所说的。目睭金金人相中。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样子，眼睁睁看这个样子啊！不，你喜欢哪？不然你想怎么办啊？你不是真牛吗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人不是真牛吗？人不是很厉害吗？但是有时候遇到一挂代志，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，你嘛束手无策啊！你也只能束手无策啊！所以弯曲你也无法度好变直啊！所以弯曲的你不能让它变直，这个叫做人生的无奈啊！所以就是人生的无奈。所以当然在把握现在的时阵，所以当我们在把握现在的时候，真正完全把握吗？然后真的能够完全把握吗？不可能的代志，不可能的事啊！所以。在那个不可能的事上，所以在那种不可能的事上，就是我们常在说我们遇到困难，就是我们常说我们遇到困难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巧的，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很聪明，求助宗教信仰，求助宗教信仰，我那大家拜的时候拜什么意思，每个人都拜的跟什么一样，这是在追求宗教信仰，就是在寻找宗教信仰，因为人的能力没多，因为人的能力没办法，人的聪明智慧没多，人的聪明才智智慧没办法，所以主人都自然就去找那个比人更高的那个层次，所以就会自然去找一个比人更厉害的层次，就是我们讲的信仰，就是我们讲的神、啊、就是我们讲的信仰，就是我们讲的神、啊、关键也是在这里，关键也在这里、哦、要找到这位神、啊、要找哪一位神呢、啊、就圣叫圣经跟我们讲，叫圣经告诉我们的、啊、神就一个、啊、神只有一位啊，神只啊，不是很多吗？神只有一位吗？不是很多个吗？没啦，圣经就讲一个啊。没有，所以圣经说只有一位啊，所以去要找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、啊。所以你要找到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咱才会发现讲啊，有一寡咱无法多做的代志。我们才会发现说，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那是因着出的神。但是因为出于神，就什么代志都会当解决，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。还是讲虽然无解决，咱买当放心。我说就算没有解决了，我们也可以放心。这就是信仰的目的嘛，哈、啊，这就是信仰的目的。这嘛是宗教信仰的价值、啊。这是宗教信仰的价值。啊，既然万世万代不断的重复，既然万世万代不断的重复，啊、这就是这个过程了、啊、哈。这就是一个过程。啊，说人活着这些、个、活在这个时代。所以人活在这一代，要有一份责任，要有一份责任啊！啊，这个责任是透过真多的经验，这个责任是透过非常多的经验啊！所以咱就发现讲，咱伫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所以我们发现说，我们在每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那就是咱的经验，那就是我们的经验啊！每一段都有咱发现，咱有发现咱的责任，每一段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责任啊！成长到什么地？这个阶段，成长到一个什么阶段？啊，咱做什么代志？我们该做什么事？咱来承担什么款的责任？我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？啊、什么叫做承担责任？什么叫承担责任？哈、哦，就是要用全力以赴迄个态度，就是用全力以赴的态度。啊，你再当彰显人的价值，这样才能够彰显人的价值。哦，这个叫做享受平凡呐、啊，这叫享受平凡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也安尼尽本分。全力以赴的时阵，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尽本分全力以赴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给我们拍拍啊，有很多人就给为我们鼓掌、哦、我们会不知不觉就提高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提高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，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厉害，我们很尊贵的，我们非常尊贵，干嘛呢？难道是这样吗？我们是应该做的而已，我们只是应该做的而已、哦、所以
什么叫做享受平凡？所以什么叫做享受平凡？做我们该做的，做我们该做的，这就是平凡，这就是平凡。哎，价值就造出来，这样价值就出来了。啊，因为咱有尽力去做，因为我们有尽力去做了，是咱尽咱的责任嘛，也是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，这就是咱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。啊，就一旦看出咱的生活中间。来彰显咱生命的价值，就是可以从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生命的价值。啊，既然人是真容易忘记以前的代志，既然人是非常容易忘记以前的事情，哦，咱常讲人是淡忘的哈，常说人是淡忘的，常常忘记的了哈，常常忘记，过去就算，过去就算了啊。咱今天的活着未使安尼啊，今天我活着不可以这样子啊，咱爱将。咱活着的时阵，我们要将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尽咱的本分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做咱应当做的事，做我们应当做的事。哈、哦，啊，事实上，这个应当做的事，事实上，这个应当做的事，真侪人拢甲看作迄是行善啦，哈、哦，有很多人都看作那个叫行善。啊，事实上，人就是安尼。事实上，人就是这样子。当咱有法度啊，扶起咱的，有法度。咱的生活会当运作自如的时阵，当我们的生活有办法运作自如的时候，咱还够有气力，我们还有地气，咱就去帮助别人，我们就去帮助别人。这就是一般人来讲的善事啦，啊，这是一般人所说的善事。咱看圣经一个实例，我们看圣经一个实例，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十六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十六节，在约帕。有一个女信徒，名叫做大比代，翻作希腊文的话就是多加。伊公行善事，济济真济啊，济济施行真济。这个叫做好人啦，吼。这个叫好人。这就是咱世间人常咧讲啊，这人做善事啊，这种世人所说的这个人常做善事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应该爱做的事。事实上，这是应该要做的事。有这份能力。他有这份能力，伊冇这份心愿，他有这份心愿，所以愿意去帮助别人，所以他愿意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有一天伊破病，所以有一天他生病了，后来过身，后来过世了。哦，大家啦，足济人都唔捌伊嘅人都唔甘啦，足唔甘咩吼？很多认识的人都非常的不舍。哦，所以后来请传道人去替伊祈祷，后来请传道人去为他祷告。哈、啊，一个复活，他又复活了。哦，所以大家拢足欢喜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啊、这边讲啥物？这个要说什么呢？一个。常常做善事的人，一个常常做善事的人，不是只有神肯定，不是只有神肯定，人也很肯定的，人也非常的肯定他、啊、这就是我们人活着应当要享受的平凡、啊、这是我们人活着所应当要享受的平凡。圣经也说这是平凡的事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平凡的事。所以我们有做善事，有人放炮，有人打炮都没有重要，所以我们做善事，有人替我们放鞭炮或拍手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颠倒圣经说，反而是圣经所说的，正手做不要让倒手知，右手做了不要让左手知道。圣经是这样跟我们教导的，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就是在有，我们就是有气力做善事，我们如果有力气去做善事，不用让第三个人，照说是不用让第二个人知道，不需要让第二个人知道、哦、除了你给帮忙跟那个给你帮忙的人以外，除了你帮的人跟被你帮的人以外，没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就是平凡，这就是平凡、啊、这就是享受，这就是享受、哦、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享受，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就是享受。所以传道书表面上的理解，所以传道书表面上的字眼跟你说、啊、这个世间是虚空的，就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是虚空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章，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节、哦、传道书一章三十到十一节这段，传道书一章三节到十一节这一段、啊、不然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看到什么、啊、就是看到现实的情形嘛，看到一些现实的情形。但是事实在这个现实的情形下面，但事实上在这个现实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今天如果有宗教信仰，我们今天如果有宗教信仰，那是有一个好的对的宗教信仰，如果有好的对的宗教信仰，我们是真正的享受，我们是真正的在享受，不是虚空，并不是虚空、哦、差别就是在这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我们看第二段，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二章到十五章，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传道书一章十二章，传道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十三章，我专心用着智慧追求考察天下的所做一切事，乃知影神乎世间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十四章，我看立功之下所做一切事拢是虚空，
拢是逆风。十五节，弯曲的袂当变直，欠少的袂当足数。这是七章内底第二段。这是这一章里面的第二段。哦，讲咱人活着哈，说明人活着要安于现状，要安于现状。啊，全都我讲哈，就刚所说的，弯曲的袂当变直啦，弯曲的不能变直。啊，欠少你也无多少补偿啊，缺少你也没办法给他补足。人活着，你要面对现实啦。人活着，你要面对现实。这是咱世间人活着的经验谈嘛。这就是我们世人活着的经验谈。所以咱有时咧开讲的时阵，所以有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讲出咱足济困难，会说出很多我们的困难。其实咱嘛希望讲，咱讲我讲我别人听，别人会当甲咱，哦，快当甲咱讲一下意见未啊？呢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讲给别人听，或许别人能够给我们一些意见。但是咱听听讲，啊嘛是安尼尔。但是我们听听也觉得也不过这样而已。哈、哦，伊要做，咱买要做；伊不要做，咱买不要做啊。他会做了，我们也会；他不能做了，我们也做不到。所以家里讲讲，咱都要安于现状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安于现状。啊，那现状是啥物？那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？十二节讲，十二节说，啊，这里、个、十三节讲哈。三节说了，讲咱爱伊个神和世间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。说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。劳苦的人生、啊、劳苦的人生、哦、这是圣经跟我们说的、哦、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、啊、这对照我们的 现况、哦、那再对照我们的现况，我们不是说世间是苦海吗？我们不是说这世上是苦海吗？所以圣经写的跟我们的经验是一样的、啊、所以圣经所写的跟我们所经历的是一样的、哦、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，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十六章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新约圣经153页，新约圣经153页，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。我将这段书给您讲，是要叫您在我里头有平安。在这个世间，您有苦难，但您通放心，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。主要说安尼讲，主要这样说，这是主要说讲的话啦哈。这主要是说的话，伊讲这个世间有苦难，说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耶稣里面有平安，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，伊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他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就是成做人形式来到世间生活三十几年，也就是成为人的现人的样子来到世上生活了三十几年。哦，伊成做人主哈，他称为人子，哦，有人的形式。有人的样式，就是真正人啦、啊，就是真的人啊、哦。所以咱人诶所面对，伊嘛赶快来面对。所以我们人所面对的，他也要面对。所以知道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所以他知道这世上有苦难。但是伊讲，伊赢过这个世界。但他说他胜过这个世界，因为伊是神呐、啊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赢过死亡，所以他胜过死亡。哦，伊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是生命的源头。哦，伊是有能力的神，他是有能力的神。哦，啊，有恩典有真理，他有恩典有真理。最后说来到世间，安尼向世间来不断的宣告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断的向世人这样宣告。问题是偌济人信呢？问题是有多少人信他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为人去啊宗教信仰的这个场所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些人去宗教信仰的这场所，也是在求平安呐、啊，也是在求平安。而且教会就是当地的平安的所在。在教会就是一个可以得到平安的地方。教会大门嘛是开开呀、啊，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，啊、但是有偌济人会当行入来呢？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走进来呢？因在家讲会当得平安、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可以得到平安。因家有耶稣的名徛起的所在，因为这里是有耶稣的名所站立的地方。耶稣就是神的名，耶稣就是神的名。啊，神讲老爷名的所在，神说如果有他名的地方，遐都有平安，那里就有平安；遐都有恩典，那里就有恩典；遐都有福气，那里就有福气。就是家，就是这里。但是偌济人入来呢？但是有多少人进来呢？今仔日你也当入来，今天你可以进来，你已经行入平安的门啊！你已经走入平安的门了，已经行入来平安的路啊！你走进来平安的路了，你入来是对的，你进来是对的啊、哦！因为最后说就是安尼讲，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讲，在我里面。在我里面，就是你来找耶稣啦，就是你来找耶稣，保证你平安啦、啊，保证你会有平安。在、哦、耶稣里面有平安、啊，在耶稣里有平安。所以咱世间是苦难，所以我们这世上是有苦难。哦、所以传道书一章十三节就是安尼讲。所以传道书一章十三节就这么说。咱经历极重的劳苦，我们经历极重的劳苦。哈、啊，但是咱敢真正甘愿过一世人吗？但是我们这样甘愿这样子过一辈子吗？事实上，真侪人就是安尼甘愿过这款的劳苦一世人。事实上，就是有很多人甘愿的这样子过一辈子。唔免安尼啦，不需要这样。哦，咱会当将这个
劳苦转换做享受嘛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劳苦转换成享受。所以诗篇九十篇第十节就是安尼讲啊。所以诗篇九十篇第十节就这么说。人生就是劳苦愁烦虚空安尼尔。人生就是劳苦愁烦跟虚空这样而已。劳苦敢未当变享受吗？劳苦难道不能变享受吗？愁烦敢未当变喜乐吗？愁烦难道不能变喜乐吗？虚空敢未当变丰富吗？虚空不能变丰富吗？人生是劳苦虚。劳苦愁烦虚空的全部啊！人生是劳苦愁烦虚空的全部。啊，那真正甘愿安尼吗？我们真的甘愿这样子吗？无可能，不可能。因为咱今日就是无甘愿安尼，因为今天就是不甘愿这样，所以咱都足认真呢，所以我们都非常认真，咱足拍拼，我们非常的努力，咱无希望一直苦落去，我们不希望一直苦下去，咱也无希望咱一代这么苦，后代对咱更加苦，我们更不希望我们这一代这么苦，下一代跟着我们一起苦，所以咱足拍拼，所以我们非常的努力，不是讲为着咱啊，不是不只为了我们，在座的家长拢同款，在座每位家长都一样，拼到要死要活，后脚都要跌去，拼得要死要活，咁只能为着讲为着咱娘吗？难道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吗？不是，后代啊，为了后代。哦，啊你是讲啊咱想讲啊后代敢不要改拼吗？我们想说后代不会自己努力吗？哎。他在北部荷兰寡济，以前父母给了我们多少？那么是拼噶，我们也是努力跟什么一样？那么是为了家己尔嘛？不是为了自己而已。这是三，这要表达什么？这要表达什么呢？咱希望咱的后一代比咱较好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好。不管上至少生活品质比咱较赞，至少生活品质要比我们更好。但是这有挂保证吗？但是这有挂保证吗？有保障吗？有保障吗？没啦，没有。你想妄想啦哈？啊，你光去想啊！啊，你拼妄拼。你要去光去努力吧，无一定有，不一定会有，这就是世间，这就是世间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现实。因为圣经给咱的就是这款的，圣经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，给咱说明的就是这个情形。啊，说对我们说明的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人生要经历极重的劳苦，人生要经历极重的劳苦。咱安尼苦，我们这么苦，咱的囝同款更加苦，我们的孩子会更苦，敢不是安尼吗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咱表面上看有啊，咱较早就住草厝啊，咱即马住楼啊厝。以前我们看说，以前是住草房，现在是住高楼大厦。嘿，楼啊厝嘛是爱抓楼啊，高楼大厦还是要抓漏。嘿，模样有较好啦吼，不一定比较好。嘿，草厝较凉啊，那草屋还比较凉快。我意思讲，你物质的顶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物质上没得比啦，没有得比，免比啦，不需要比。那是咱家己一厢情愿安尼去比呀、啊？那什么一厢情愿的这样去比较？真正是安尼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啦，不是的。个人的观念无同啊，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。但是圣经讲无，但圣经说不是。不管你什么观念，不管你是什么观念，世间就是你就是爱经过极重的劳苦，在世上你是要经过极重的劳苦。所以主耶稣已经给咱呼吁啊，所以主耶稣一直呼吁我们。你若感觉真苦，你如果觉得很苦，来找耶稣就对啊，来找耶稣就对了。挂保证，因为他对你挂保证，讲要让你得到平安，他说要让你得到平安。只要你来找耶稣，只要你来找耶稣。一章这个传道书一章十五节，传道书一章十五节讲，无法度改变的现实的人生，说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人生啊。过来，无法度满足心灵的人生啊，没有办法满足心灵的人生，就是十五节的顶半段，就是十五节的上半节，无法度改变现实的人生，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人生，弯曲的无法度变直嘛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下半段，下半段，无法度满足心灵的人生，无法满足心灵的人生，因为欠少的，你无法度甲补足啊，因为缺少的不能足数，哦，所以世间人讲嘛，人心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嘛、啊、所以说人生，虽然说人生不足蛇吞象，这就是现实啊，这就是现实、哦、这个传道书就是要跟人讲现实的状态，传道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现实的状态，所以人说、哦、这传道书不要看，所以人会说、啊、传道书不要看，太灰色了，太灰色了，没有啦，那是它根本一点灰色都没有，不是这样，因为其实它根本一点都不灰色，它那是属性，这是事实，传道书全部讲属性，传道书全部都讲事实、哦、要紧的说，既然传道书讲属性、啊、重要的是说，既然传道书讲事实，我们要去面对现实、啊、我们要如何去面对事实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，所以传道书的目的就是在这，所以传道书的目的就在这里、啊、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，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，劳苦人生就是来到耶稣家，劳苦的人生就是来到耶稣这里，劳苦大当当劳苦担重担的，当来找耶稣，可以来找耶稣，以免你得到安息，他让你得到安息。这主要说挂保证，这是主耶稣挂保证的。哎，那无你爱找伊算账啊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找他算账。哎，因为耶稣就是神，因为耶稣就是神，公告爱做告，他说到了，他要做到，他就是搞咱骗，不然就是在骗我们啊！哎，唔把搞咱骗鬼，他不曾骗过我们。
一章十五节，一章十五节，真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啊。无法度改变的现实人生，无法改变的现实人生，就是咱拄啊讲的无奈啦，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无奈。既然是无奈，既然是无奈，也是人用人的立场来看，那是用人的立场去看的。啊，那用信仰的立场看呢？那如果用信仰的立场去看呢？要紧的是生命会当得到安稳啦。重要的是生命能够得到安稳。圣经安怎讲？圣经怎么讲呢？赶快，赶快，约翰福音。同样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四章。27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，我留落平安给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，我所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，恁心内唔通忧愁，嘛唔通担忧，生命安稳就是安尼，生命安稳就是这样子。主要说给咱挂保证，主耶稣给我们挂保证，讲伊要留平安，说他要留下平安，伊要赐咱平安，他要赐我们平安，哦，而且伊甲咱讲，伊所属的平安，甲世间人互咱的平安是无同款的层次。而且他有说，他世的平安跟我们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层次的。医生会当互咱健康啊，医生可以给我们健康，哦，因为伊当医病嘛，因为他为我们医病啊，哦。但是医病了后就袂破病吗？但是医完病之后就不会再生病吗？那是会嘛，还是会。这就是世间人互咱的平安是有限呐，就是世人给我们的平安是有限的。父母嘛，一定要给咱平安。父母也一定要给我们平安，所以一直给咱照顾啊，所以一直照顾我们。看得到嘛，照顾；看不到嘛，照顾。看得到照顾，看不到也要照顾。哦，连伊父母要搁活着的时阵，当父母还活着的时候，已经想着讲有一天也离世。他已经想到说有一天他会离世，伊要留啥物给你啦？他要留什么给你？啊，这个叫照顾啊，这个叫照顾啊、哦。但是嘛是有限，但是还是有限啊。啊、所以主要说说人给我们的平安好处有限，所以主耶稣说人给我们的平安好处有限，但是他给我们的无限，但是他给我们的无限、哦、他留下来、他赐给我们，他所留下来的他赐给我们，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，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现在只欠说、你要来领吗？现在只欠就说你要不要过来领，我们如果领受，我们如果领受就是我们有相信，就是我们愿意相信，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相信耶稣所应允的，相信耶稣所应许的，会当实现，一定能够实现、哦、所以真多教会兄弟姊妹，所以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已经领受了，就是都已经领受了，所以他们清楚嘛，所以他们非常清楚，所以乡亲好朋友，所以各位乡亲好朋友们，咱也可以，我们也一样、哦、再来无法度满足心灵的，接下来无法满足心灵的，圣经也有跟我们说，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满足我们的心灵，要如何去满足我们的心灵。我们看腓立比书，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第四章十一节，十一节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，看到十三节，看到十三节，我并不是因为欠少说这个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都能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的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是饱足，或是枵饿，或是有剩，或是欠亏欠，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了秘诀，我靠着那个教给我快乐的，凡事都可以做。这古圣徒的经验谈、就是、古圣徒的经验谈，其实这个人也很厉害，其实这个也很厉害、哦，他是第一世纪的人，他是第一世纪的人、哦、第一世纪犹太人是去由罗马政府、控制、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所控制的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罗马政府控制，是罗马政府来控制的、啊、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是犹太人，你有罗马籍、算厉害，所以那时候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有罗马籍是非常厉害的、表示你很有能力，表示你非常的有能力、有能力、有办法、有办法、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这个人就是这样子、虽然他拥有好的学问，虽然他拥有好的学问，有好的权势，有好的权势，有好的条件，有好的条件，但是他也发现呢，但是他也发现了有很多他没办法处理，有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处理，但是后来他来信耶稣、后来他来信耶稣，他才发现说、原来如果信耶稣事情都可以解决了，他才发现、原来信耶稣凡事都能解决，就是有办法用着宗教信仰的观念，就是有办法用着宗教信仰的观念面对现实的生活、面对现实的生活、现实的生活中间有困难、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困难、那个时候他就要处理了，那个时候他就会处理了，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快乐，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，凡事都可以做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可以面对，凡事都能够面对、所以心灵欠亏欠，所以心灵的欠缺可以找耶稣来补足，可以找耶稣来补足，
这就是管道啦，这就是管道、哦、所以望咱亲爱慕道朋友，所以盼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们，咱以后会当阁继续来思考这个传道书的内底的内容，之后可以继续来思考传道书里面的内容。咱单单干那看，单单的来看，会看到真灰色的，会看到非常的灰色，还是讲看到真现实的残处，或是看到很多现实的层次。但是咱阁透过其他的圣经的经章去做一个对照。但是我们在透过其他圣经的经节去做一个对照，那发现讲传道书给咱真好的一个帮助，可以发现到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。望你会当继续来查考圣经的道理，盼望你可以继续来查考圣经的道理。咱做回来唱诗，我们一起来唱诗。